常去新居下花，氛围有多甜，结局就有多虐。她是豪门大小姐，在十八岁的旅途中，被她充满磁性的声音吸引。她一次次前往小洲村，知道和她的相遇，琢磨着她的样子，说要当她的小孩。我也是你的小孩吗？她为她戴上戒指，在花火前与她拥吻。花开后爱花杀，是我最后一年。即使年龄悬殊，得不到祝福，他还患上疾病，他们仍选择在一起，最后却逃不过命运。他因病去世，独留他回忆往昔。他们的感情就如夏花般绚烂，花期却也短暂。